threw it back at me, I gave a boom. That's ain't a problem, I know where we go. She had them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ster 疯狂假面会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昨天直播的一个借孙权。好久不玩借孙权了，这直播的时候还说呢，我不玩的时候你们让我玩，我玩的时候你就嫌我一直玩，哎，很郁闷啊。随便打一局，正好给说一下，我这里面不推荐那些萌新去玩借孙权。借孙权的话要点太多了，而且不可否认是它很脆，对于萌新来说，开局不会压制的话，基本上玩不成的，不太推荐新手玩。所谓新手，至少你少于一万场就别碰它了，知道吧？我认为少于一万场，但是有点新手了，可能说话有点装，但是这是真那么想的。开局刷牌运气不错，出来两个南蛮入侵，正常刷一个，正常两种刷牌方式，因为你开局一点点教大家，开局你是借孙权，你要想清楚，你是跟别人要换命的。首先你要反贼迅速减员，这里面有两个大概率反，他可能是反或者内被迷糊，他可能是反或者内，因为他当忠臣不合适。如果他是忠臣的话，他背锅这把输了。远卫刘赞不用管，许攸有威胁，远卫谋黄忠可能会刷距离，但是无暇顾他了。郭淮不算人，不需要考虑这个东西，至尊场不推荐。然后这里面威胁最大的只有一个刘焉，那么刘焉在这么一瞬间，我说话的时候还需要这么长时间，但是你在玩借孙权的一瞬间要清楚你要刷什么牌，在这个时候开始想刷牌。刷牌两种方式，一种刷加一码卡刘焉距离，加一码顺手是最需要的，另外一种就是爆发，不成功便成人，要不杀死刘焉，要不游戏结束。这是直接刷完这张牌，运气不错，两个南蛮入侵，直接拆掉一张闪开南蛮入侵。刘焉的话不可能刷很多闪的，如果是反贼的话。有人说你杀错怎么办？如果刘焉是忠臣怎么办？刘焉忠臣是他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，知道吗？你是主公，他吓到你了。这个时候的话剩三张牌，制衡的话有概率断杀，但是还是可以的，制衡出来个九杀直接杀。这时候很奇怪啊，这是路人局，不知道莫名几个人托管了，很奇怪。我就怕过几天一会儿有些人大言不惭评论说，哎，不托管人你不会赢。这是开局的压制啊，开局的压制打完之后就不需要管其他的，莫名其妙，这很多托管的，不知道为啥，这不认识的一些 ID， 可能是开黑的。然后这时候好位置，前位一个忠臣郭淮，至尊场不要去选他啊。孙权的忠臣选将要求特别高，怎么个高法呢？抢高嘲讽，高饱和，比如说昔日才可以，辅助可以，但是只有那种昔日才那种类型的。还有就是说嘲讽特别高，输出特别高，但离主公远一点，不要让主公把输出浪费在你身上。这时候被迷糊跳反了，直接下回合处理被迷糊，然后这里多余的操作正好过到了这个啥，过招了 AK， 注意排序，先杀被迷糊，然后杀一下某吕蒙，防止某吕蒙去觉醒，了解了吗？去针对一下他，然后过到牌了之后就这么大块。这把其实没有其他的事儿，我解决了，开局解决一个反，忠臣帮我再解决一个反，因为我开局打残全场了嘛。然后这时候远卫谋黄忠被针对了，这时候谋吕蒙不会觉醒，下回合处理谋吕蒙，不会至少不能让他去觉醒，能理解吧？然后这个时候的话直接制衡一下，杀他一刀，再杀他一刀，然后开这个八卦阵。刘赞一直没动，可能是个反贼吧，咱们不管他。这时候郭淮直接不要浪费牌啊，这里面注意看一下，很多人他基本不会去判断自己的身份的。你血量当你健康时，不要去浪费自己的关键手牌，不管是无懈是防乐还是闪这些东西，防九杀这些都不要浪费。孙权牌就是你的命，知道吗？当你就算孙权是一滴血的情况下，你手上一百张牌的时候，那孙权依旧是神，知道吗？但如果说你满血，是手上没有牌，只能摸两张牌制衡三张牌，那对不起，你不一定能赢，这是玩借孙权最基础的东西。这时候谋黄忠托管砍当了，直接砍了一刀谋吕蒙，谋吕蒙是内奸。这时候我看谋黄忠难道是个忠臣，很开心啊。然后刘赞直接连了两个忠臣，跳反了，跳反了还可以。那这个时候但是也不能去相信啊，刘赞两个 AK 先，我看刘赞跳反直接把 AK 扔掉，防止刘赞拿走，两个 AK 全在我手里全扔掉，排队40张牌里面没有，再也没有 AK 了，也就是说反贼，如果刘赞是反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这时候咱们现在需要等的是什么？刘赞需要压一压，然后黄忠刚跳中了，郭淮跳中了，咱们需要看一下，有可能郭淮有没有可能是个反贼装忠臣，也有，或者说他不会打，有可能他毕竟选中华郭淮了，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无所谓，我看戏就可以了。所有没有 AK 的情况下加他们三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单挑我，包括这个谋黄忠，因为我有个盾。现在需要就是保持自己的实力，让他们死得慢一点，所有人的血都要低一点，让他们不可能让人有机会单挑。
知道救一下，目的很单纯，卡他一个加一嘛，卡那个刘赞，刘赞没有杀我，可能是有盾，目的很单纯，杀的不让他杀，继续拖节奏，让他们的节奏慢慢差一点，然后我去消耗他们的血量，不管是刘赞的血还是郭淮的血，就这么简单，继续往下打。还有顺便说一下，借孙权真的不太推荐新手去玩。有人经常说啊，我给你推荐借孙权主攻，你为啥你玩就能赢，我玩就一直输呢？啊，这就是新手与玩的时间长的区别吧。没想到魔黄忠是个反，那刘赞打的能把自己打得很奇怪，没啥贡献，还要去连这么连环，打得很稀烂啊。这局我希望大家能看到，有运气，有压制，如何去刷牌，这是大家需要知道的。